要专心的后退，这是非常危险的时刻。小心撞到头哦。哦，非常危险的时刻，这要很难才做得到。哇，你是超级太空人，耶！噔噔噔噔，超级太空人，超级飞行员吴信义又完成了一次艰难的挑战。那这一次可以从这边进去吗？哦，真的，从这里更难呢，因为很小哎。有空间就可以吗？